维大师说啊，这个我们现前一念心性有三德啊，刚好跟东岛是有关系的。说耳根的眼呢、是开显我们心性的、波雷德，你波雷德是眼容无碍的，眼容无碍的啊。那么耳根的通真常呢，是开显我们心性的解脱德，因为解脱正是一种无障碍的妙用。那么常的功德呢，是开显这个法身德。这个恒常不变，这圆通常刚好是有助于我们开显我们一念心性的三德密藏，所以从这条路回家是最方便的。